尊敬的丽华女士，你好。自上次金陵一别已有数载，不知身体可好？我很好，就是天气渐凉，风湿病偶尔发作，并无大碍。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务必答应我，以慰残生。娘，天凉了，冷不冷？信雄又来信了，他说要来给我们赔罪，你让他见你吗？我想我们迟早也要过去找你，不如就答应他吧，提前见个面。都60年见人就抓，跟疯狗一样。快快快，给他们弄点吃的。哎，多坏了！再喝点水。李医生，还有粥，你们喝点粥。工具啊，吃吧。就是布朗先生姐姐的孩子。对了，忘告诉你了，他们就是从欧洲来中国避难的犹太人，大的叫南的，小的叫艾迪。东西到手了吗？没有，但他们舅舅已经答应帮我们忙了。哦，对了，我让刘鑫帮你们找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等他们吃完饭，你就带他去找刘鑫，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皇军司令部，是我的私事。我正在。于局长，这两个月我已经听过了你的解释，虽然我不怀疑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但是也许还有比你更合适的人坐在你这个位置。いや、では先ほどの名簿君、
シナ人なんていうのはね、犬畜生と同じだよ。恐怖を持ってこれを支配する。これが私の方針だよ。大小姐啊，这是我学姐丽华，他们是她带来的。哟，怎么是外国人呢？你叔知道吗？我叔也得听我的。哦。太君，局长，你真的看清楚了？报告，看清楚了。人呢？跑掉了。几个人？他们分头走的，其中有一个是学生，还是女学生。女学生？それは興味深いね。先生、あんた、見張りをつけましょうか。いや、それには及ばんだろう。そこまでやることはないよ。咱们就暂时先住在这儿。我跟你一外国人说什么，你也听不懂。来，放这儿。Here the same as at home? Yes, Adine. They are the same. They're the same. They're so bright. 哎，学生都去哪儿了？都走了，还有老师。说是往内陆转移，留下的都是本地的，大概有十几个吧。你怎么不一起走呢？这是我的家。再说，武大哥那里也需要人手。这地方安全吗？但愿吧。谁啊？是我。啊，刘大爷，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怕你们饿着啊，给你们买了点吃的。谢谢刘大爷。看看还热呢，来。是，也不是好东西，来拿着。哎，拿着吧。谢谢。你会说中国话？一点点，一点点。现在你跟我们一样了。哎，呆子，呆子，刻这么些有什么用？别刻了。行，兄弟，行了，行吧啊，兄弟，如果再搞不到油墨，你就是刻再多的插图也没用啊。日本人现在对印刷材料。擦得太严，哎，油墨现在市面上根本就找不到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看咱们的报纸只好停刊了。哎，我有个主意，实在不行大家用手抄。好啊，那你来抄，你的字不写的最好吗？那可不行，谁的字儿最差呀，就得让谁多抄。哎，谁的字儿最差，谁多抄，你得多抄。哎，呆子，你的字儿最难看。那你刻来。
再说你那字儿能比我。游牧会不会停产？吴大哥，以后的工作到底怎么安排？是啊，吴大哥。游牧没有找到，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我已经托布朗先生帮我们想办法了。啊，对了，上期剩下的报纸都发完了吗？放心吧，都发出去了。七月，哎，告诉我们外边的人。每一个人带报纸，千万不要带多了，不能像刘鑫一样耍小聪明，嗯，因为那样会非常危险。行，知道了。现在没办法，大家想想，尽量能做点什么吧。锁门了，刘鑫，刘鑫，醒醒！外面好像有声音。没有啊，你听错了。睡吧。
你是日本人？喵！你到底想干什么？喵！のシナ人のためにどうか今後かような単独行動を控えください。ああ、君は全く小獣とのようだね。ミャオ、ミャオ、ミャオ。班里太君，我刚刚接到信雄太君的电话，就赶了过来。看来这里面是人吗？不是，是两只老鼠。学校贪玩的学生，我们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吗？刘华姐，我怕这里是哪里？我怕会不会死？不会的，要杀在学校就杀我们。再说，你舅舅是警察局局长，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到底是什么地方？你快放我们出去！这是我的实验室。秘密の花園というわけだ。你是我第五个客人啊，那么你是第六个。欢迎欢迎！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快放我们出去！可以。你告诉我，你的首领是谁？印刷所在哪？我们只是女校的学生，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不知道。まったくシナ人がどうしてこうも堅くなに不誠実なんだろうね。うん？この頭蓋骨を開いて中の構造を調べてみた。说，你的首领是谁？印刷所在哪儿？
对不起。肝炎吗？情けないやつだな。もう十分だろ。君がもし私の生徒でなければもうとっくに戦場に送り出しているよ。先生、なぜですか。その感傷は早く捨ててしまいなさいとそう言ってるだろう。実験用のネズミと一緒だよ。いいかね、私は君を私の後継者だとそう考えているんだよ。私はこの戦争のおかげで成し得なかった医学上の業績をだね。
华，丽华姐。不要问我，我也不知道。这里很好，我，阿丁，很好。丽华姐，你不要担心，外边有很多人在找的，不差我一个。没关系。您看看这个，日本人就为了这个对你们下的死手啊？对。那今后你们还印不印呢？当然印啊！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只要小鬼子一天没有离开中国，我就一定会印下去的。能送我一份吗？没有问题，但是您一定要小心点，我怕给您带来麻烦。你敢印，我没啥不敢看的。啊，咱也聊那么半天了，我也歇够了，该上街拉活去了。哎，今后有什么事儿，就到旧货巷找我秦老六。得，记住了。小心，小姐，你回来了！太太，太太，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丽华，妈，你这两天到底去哪儿了？怎么了？受伤了？快让看。没事儿，妈。妈，这是我的朋友安娜塔和她的弟弟。您好 ，My name is Annette, and this is my brother Dean. It's nice to meet you. 他们是犹太朋友。你疯了，孩子？你怎么把犹太人带回咱们家呀？这太可怕了！犹太人很可怕？当然不是他们，可怕的是日本人。这些犹太人会连累这个家的。妈，可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需要帮助。帮助，帮助！哎，妈，孩子，拿着这些东西，你会用到的。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求你了，离开这儿，离开我家好吗？求求你了。安妮塔，安妮塔，我妈妈她是个好人，她只是有一点点害怕。这里是我知道唯一安全的地方了，留下来好吗？丽华，妈，你别说了，我是你的女儿，她也是别的母亲的女儿。今天你放弃了帮助他，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被人放弃的。你就不能勇敢点吗？哎，好吧，好吧，让他呀睡在你们的卧室。你也好久没跟妈妈一起睡了。嗯。
日我々の友人であるドイツ第三帝国はフランスに進軍し、その首都パリを陥落した。これはドイツのみならず我々大日本帝国の勝利でもある。実に喜ば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か。ドイツからの友人をここに紹介しよう。彼らは喜ばしい知らせばかりでなく、また重要な任務を携えてきた。すなわち上海にいるユダヤ人の職についてのことだ。ヘイル・ハンドリック。Wir kommen im Auftrag unseres Reichsführers Adolf Hitler. Wir haben nur ein Ziel und wir hoffen, dass ihr uns als unsere Freunde in Ostasien unterstützt, die Juden in China auszurotten. Uns ist so angekommen, dass einige Juden Reichtümer nach China schmuggeln, um die Chinesen im Kampf gegen die Japaner zu unterstützen. Wir müssen diese Quelle zerschlagen. Wir dürfen nicht zulassen, dass sich die Juden in diesen Geldfluss einmischen.我々に何と望まれますか。Unser gemeinsames Ziel, Schember, ist, die Juden in China auszurotten, aber wirklich alle, alle ausrotten. Keiner darf übrig bleiben. Das hier ist sehr schön. Hier ist es im Sommer noch schöner. Lihua.你的衣服，谢谢。真的不用客气。我都告诉你了，那你呢？你男朋友呢？他怎么没来中国？He was sent to a concentration camp. Sorry, I don't know.So lucky our uncle got a new family. And then we were at sea for months. So many died. Now China's the only place allowing us Jews in. I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Do you think of us as a family?You'll be my sister forever.家先生可能在路上耽误了，要不您改天再来。是口琴的声音吗？打扰您了，小孩子呀就喜欢捣乱，我让他们马上停下来。啊不，我很喜欢，这旋律似乎有一股海洋的味道。真好听。My father, 我爸爸给我 a birthday present.
送给你。哦，不行，这太贵重了。Please。那好吧，谢谢你。是这么拿吗？嗯，推一次。感谢您的盛情款待，请您一定转告张先生，我上级在等待这份信的回复。一定一定。哦，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说。我能不能当面向那位天才的演奏家致谢？那乐曲我很喜欢。这个，我们家孩子怕生人，尤其是军人。没关系，不打他。告辞。だから大本営の決定によりこの地にユダヤ人の収容する特別管理区を設けることになった。諸君にも協力してほしい。はい。Why?Why is this necessary? What about our businesses? What about our children? We have to be there. Manasseh, my heart is broken.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This is Japanese just sent. Oh, don't look. They already called from Shanghai. What are they saying? They said I'm secretly helping Jews.丽花，我取回一笔钱，你跟吴宁去美国吧，去加拿大都可以。爸，哦。爸爸不是责怪你做的事，可眼下的形势危急，你一定要走。吴宁他不会同意的。Adin, come, it's time to take a bath.Warriors also need to take a bath. Come in. No, 没有那么多的可是了，那么多的国外名牌大学不上，非要弄哪门的印刷厂，把家里又搞成了中转站。爸，您别，孩子，听你爸的话吧。你说你要再有什么闪失，我们可怎么办呢？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我会再去找吴宁谈的。谈吧，如果还是谈不通呢，我可能比你更了解吴宁，我宁愿自己消灭这个家，也不想让他们来欺负你。对不起，我们麻烦你们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我们的错。I'll go to find the dean now. 我们现在走了。你们去哪里？现在啊，已经开始行动了，打算呢把犹太人全部装进上海和周边的集中营里。这是去香港的船票，待会儿啊，犹太朋友啊会一起到这儿来，你们呀要互相照应，一起走。虽然呢，香港呢是日统区，但是呢，目前呢还不至于是管理区，你们还可以从那儿借道到英国、澳大利亚或其他的地方。They will not accept us. 他们不会接受我们。那也比在这儿等死强。这里马上就要建犹太人和欧洲人的管理区了，我希望你们自由地活下去。
7月，我们真的要发这篇吗？怎么了？日本人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我怕。你怕日本人会报复我们？怕什么？只要我们选择了这个，就不应该。我又没说我怕。哎，大小姐们，说不怕是假的。哎，顺便提醒一下，把这个东西放回原处。大家都不要吵了，抓紧时间工作。 行了，工作吧。什么意思？ 你们把东西忘在我家了，我今天专程给你们送回来。张先生，难道你不想看里面，也许是对你有利的事？代价高啊！张先生，我代表我大日本帝国，想和你做生意。 战线不断扩大，我们需要更多的煤矿和钢铁资源。不，那是你们的任务，不是我的。帮你们搞钢材、造枪炮，大师呀。张先生，你是个商人，商人应该看重利益，这价格很诱人。 相信你不会拒绝。我怕。你怕什么？我怕我哪天回家的路上被同胞砸死。作为德意志银行在支那最大合作伙伴，我们一直很尊重你和你的信用。可是现在。 山本阁下下达亲赏，在支那所有犹太人的命令，你那些有钱的犹太朋友，千万小心。哦，谢谢提醒，张老告辞。 先生，说吧，刘琴在哪儿？是被日本人害死的。编，接着编。 被报复，别往我们家人身上泼脏水。刘鑫不是抗日分子，他是，我也是。街上的所有传单，还有这些报纸，都是他，还有我们其他的同志一起散的。闭嘴。 你做什么是你的事儿，别把我们家刘鑫也拉上。你着急死吗？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到日本人手里，你信不信？我信，但是你不会。我知道你是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并且在东北你还跟日本人打过。其实你心里边非常恨日本人，所以你不会。在入关的时候没有跟上大部队，才被王精锐收编了，做了伪警察。小子，你知道的可不少啊。谁告诉你的？我和你说过，刘心是我的同志，这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你还知道什么？我还知道他们是在哪儿，怎么被日本人抓走的。怎么抓的？他们是在女子学院被日本人装进麻袋里边带走的，其中还有我的未婚妻张丽华。这里面是人吗？不是，是两只老鼠。都是对的。你记得圣经里边有句话，主让我们每个人尽量去找窄门，因为窄门是通往生的，而且找的人也少。我会在那条路上等着你的。现在时局非常不稳，你应该回到父母身边，但会安全一些。我要和你在一起。这样，你带着他们去香港避一避，等抗战胜利之后，我去找你们。到时候我们结婚，然后我们出国留学，完成我们的心愿。那时候我都变成黄脸婆了，我有预感，我们坚持不到那一天。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这样我才能用心的工作。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是日本人干的。对，昨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你们的人已经都死了。这怪不得你，时间很紧，
家人人赶快跑吧！谢谢。とりあえず2匹は片付いたわけだ。 2人の品人は、ただの学生でした。殺す必要があったのでしょうか。信夫君、私はこれでもね、品人に慈悲の心を持って接しているつもりだよ。まさに、これは慈悲の心だ。 自分が医学を志したのは人を助けるためであって、それが信濃に来てからというもの、なんだか殺めてばかりのような気がして。こんなご時世だからね、信夫君、君はね、何にも考えなくていいんだよ。黙って私の言うことを聞いてればいいんだよ。 剩下的油墨不多了，这些只够印一份的。这也许是书生最后一次出版了。吴大哥，书生要停刊吗？对。但我希望这只是短暂的。短暂的？那什么时候开始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林哥，死了那么多人了。 咱们要就是这么着停了，这样对他们公平吗？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游戏，也没有裁判，更谈不上什么公平不公平。不管是死去的同志，还是活着的我们，都有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日本侵略者一天没有被赶走。 我们就永远不会停止战斗。过几天我会离开这儿，去寻找新的战场。你们其中的一些人会跟我走，一些人会留下来。但是无论我去到哪里，我们相隔多远，我都不会忘记你。 いかなる患者を訪れるときも、それはただ病者を利益するためであり、あらゆる患者を利益するためであり、女と男、重要人との違いを考慮し、意に関すると人に関わらず、
他人の生活について秘密を守る。この誓いを守り続ける限り、私はいつも命の血を楽しみつつ、生きてすべての人から尊敬されるであろう。もしこの誓いを破るならば、その反対の命運を絶りたい。持ち場に戻ってよろしい。早く戻らんか。你走吧。叫我走？我往哪儿走啊？腹が減っただろ。食べなさい。なんてありさまだね。それではもはやお国のために奉公などできんだろう。どうだろうね、私が山本中将に掛け合って君を負傷兵として内地に送り返すよう手配してやろうか。あ、なんだ、嫌かね。じゃあやめた。先生、帰りたいです。今すぐにも。君は誤って落ちたんじゃないだろう。君は自ら進んで飛び降りたんだ。そうして帝国軍人としての職責を放棄したんだ。そんなことで国に帰れるとでも思ったのかね。国に帰って下等の神様に守られて安寧な日々を過ごせるとでも思ったのかね。会話やめたまえ。私は君に大いに失望したよ。
いいかね。一見はすでに山本中将の知るところとは。将兵はすでに一部始終を見ていたんだよ。山本中将殿は事のほかご立腹でね、君を軍法会議にかけると言ってる。泣くのをやめたまえ、少しは男らしくするんだ。おやおや、全く赤子のようだな。安心したまえ、私がすでに山本中将を説得して君にもう一度機会を与えるよう手はずは整っている。もう一度私の良い生徒に戻るかね。よし。ところで会話うまかったかね。はい、おいしいです。This case, that's what I want to know. I'll find a way of getting down. I hope so, it's important. Somebody at the door. Uncle Bevan, I thought I'd never see you again. Tell them to be sure and keep hold of their own ticket in case they're separated. Then they'll be able to make their own way. They'll have to take their chances where they can. No, we must save these tickets for those who really need them. Everyone must be with their own people. They've set up a Jewish ghetto in Shanghai now. I'll have to go back there. Just after the war broke out, Rabbi Feynman gave me that suitcase. Now I'm giving it to you. You must look after it. It's the most valuable thing we have. What's inside? You mustn't ask, and you must not open it. But if 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 find a safe place and hide it so that nobody finds it till after the war. I promise. Shokun, いよいよ任務遂行の時が来た。本日はくしくもユダヤの祭日ハムカだ。これはヘブライ暦で12月25日を意味する。どうだね、我々が彼の地のユダヤ人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のにまさにふさわしい日だとは思わんか。奴らは今日から部屋に大量のろうそくを灯す。それが目印だ。職人はその腕前を存分に発揮してもらいたい。以上。来了。都在这儿没跑。吴宁在哪儿？我以前是个逃兵，现在是个拉洋车的糟老头。我多少还有点骨气。你说你们放着日本人不打，干嘛跟几个学生较劲儿啊？你个老不死，不腻歪了吗？
信不信我崩了你？哼哼，当初我的长官没毙了我，你小子想捡这个便宜，来吧。无非就是为了讨好日本人，可是你别忘了，刘鑫是怎么死的？他可是活活的让日本人给祸害死的，这个仇你不报了？想打谁？外で待機。私の命令なしに絶対。そうだね、この中かね。人被我打死了，在屋里面。怠け者の品人にしては仕事が早いじゃないか。はじめまして、板栗と申します。随分と間の抜けた初対面ですね。私が名前すら知らぬうちにこうして死んでしまうとはね。ここ数ヶ月、私の耳元で何千何万のネズミがチュ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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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るさかったんですよ。これでようやく静かになりました。君のようなこういう死に方をね、私の国の言葉で犬死にと言うんだよ。だいたい国のような実体のないものをどうしてそんなに愛せるんだね。おば
としてただにすると思ってるのか。まあ待て、ゆっくり話し合おうじゃないか。あ？出去，这里不欢迎。对于张先生的意外，我也很遗憾。我今天的任务只是带走犹太人和一只皮箱，如果你们肯配合，我愿意将犹太人在这里的出现当作是偶然事件。意外，偶然，你们就是这样来掩饰你们所做的一切的吗？我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那命令要是错的呢？无论对与错，历史将属于胜利者。谁又是谁的胜利者呢？你们以为杀死我父亲，抓走我的犹太朋友，就可以改写历史吗？你错了，历史永远是站在正义的一方的。难道你不怕做历史的罪人吗？别说了，会带来灾难的。对不起，你今天的命令恐怕无法执行了。我命令你们放弃抵抗，走出这里，否则就杀了我是吗？给我闭嘴！自分はただ医者になりたかっただけなんだ。誰かを殺すなんて考えてもいなかったけど、軍法会議は軍法会議というわけにいかないんだ。你必须得做出选择。人站在宽门和窄门前面，一条路引导人往生，另一条路引导人走向毁灭。进哪扇门，走哪条路？请做出你的选择。